1992年，虎豹别墅第五季，舞狮表演。前面很多他的舞狮景片，现在都看得到了，所以我把它删除掉了，只留下最后他们介绍的时候。Thank you.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welcome to the South China Sea Amphitheater. My name is Tia Sanku, and these are my friends, the Celestial Warriors from Heaven. Let's all give them a warm welcome, shall we?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now, this is of course our very own Golden Lion, Kitty. Good boy, Kitty. Now, Kitty, can I please have the ball, Kitty?Kitty, give me the ball. Kitty, come on. Kitty, no ball, no dinner. Good. Okay, now Kitty, come in front. Very good. Now, why don't we start off by wishing everyone here a very good afternoon and a big hello. Would you like to do that? Okay, ready? Say hello, Kitty. Hello. One more time. Hello. Very good. How about that?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for you.接下来拍摄的都是沿途景色，迅速的走过，因为已经是中午一点多了，天气很热。这是六国大风向，走到要出口处的时候，有玩这些青蛙跳过河的游戏。当时我们也玩一份，但是有没有得到奖品就不知道了。因为都是迅速的走过了拍摄，也没有注意这些是代表中国什么古典的故事，只是拍下来留个纪念。关公和谁打架就不知道了，哈哈。香港明星歌舞团，接下来拍摄的就是比较现代的雕像，还有警察抓人啊，那些现在的人的衣服衣装。这个就是警察抓人，然后接下来拍的是佛陀，他在修行的时候刺进骨头，受到整身的骨头都看得见。西天在此，西天在此，三大诸佛。泰坦尼克，铁达尼号沉船，应该是吧。虾兵鱼将，这个是熊吧？巨树砍伐，还有汽车，这应该是已经走出来了。
老鼠迎亲吧，这个他们在宣传那边有演戏开始了，然后我们也没有去看的。姜子牙《封神榜》的故事大家应该很熟悉，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钓，这是他一开始的时候的故事。这些假山做到惟妙惟肖，这些是什么故事我就不知道了。有乌龟，有鹿，有马，应该是牛吧，哈哈，兔子，可能是兔子迎亲，狮子，这是什么动物？你们自己去猜吧。这个是鹿，小林鹿。接下来的片段都是一些动物的雕像，牌楼，假山，这些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雕像。熊猫，大家应该很熟悉吧。这个是佛塔，这是什么东西？你们自己去猜吧。这个应该是有典故的，就是亲赐继母，但是我并不很清楚它的故事和它的古典传说。老虎很奇怪，在虎豹别墅里没有看到豹子，看到老虎。这个是龙头，就是进去十八层地狱的地方。现在我们已经在外面了，这是在外面拍摄的景象。这是去显多沙的，接下来我们就会制作去显多沙的影片。这个只是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显多沙坐缆车的时候的